我觉得最不错就是立冬哥。就有注意到你了，对，就是你长得还蛮漂亮的，我想说可不可以跟你要个 line 这样子。32D25/34。厉害，请问一下你的血型？血型 O 型。什么星座？射手。这哎呦，射手多厉害啊！那请问三位自认为自己是外貌协会，为什么一一？就是帅哥看起来就是赏心悦目啊，比较舒服，就是帅啊，没办法。那请问一下，我们这里面谁最不帅？我不能说最帅的吗？最不帅哦，最不帅，对，还是帅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聊聊天而已嘛，没关系。是我还是麻烦？对啊，没有啦，我觉得最不帅就是立冬哥。这样非常感谢依依会停留，有没有？对，让老师老实一下，让老师找音乐，有配合，有配合。第一拍超准，所以说你觉得看到帅哥就舒服。那好，那讲最帅，最帅的康哥啊！哎呦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真的，看到你就觉得很开心，看到立冬哥就觉得很恶心。现实啊，这种女生啊，在干嘛？不要走心，不要走心，不要走心。我刚刚讲过，每一个审美观不一样。对啊，这个第二位就不觉得你丑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接下来，请问一下，你为什么觉得外貌很重要？帅哥跟你讲话，诚恳的讲话，你就觉得很加分。是。那如果不打扮的，然后又不帅，再很诚恳跟我讲话，我就觉得他像痴汉。OK， 痴汉。同样的，你觉得我们这里面最帅的是谁？大哥，你干嘛？我觉得秋本在认真什么？我穿帮了啊！我穿帮，你在认真什么？还是真？还以为在聊天呢，一来就可以 CPR。他以为在拍压业照，压不住 ，hold 不住。好，让他回答，让他回答。戴眼镜那个，哦，戴眼镜那个，那个摄影师啊，突然之间，摄影师，把名字穿在身上。哎，那你好啊，谢谢。杨森达，哎，杨森达，谢谢。还不错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谢谢，还不错。其实我原本是要说康哥，可是刚才被说到，没关系，我们这里是可以复选，复选，接下来就可以有复选的机会了。对，不好意思啊，不能复选。所以说，还是你也喜欢帅哥，为什么？就是你看到的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，所以如果他连自己都不想要打扮的干净整齐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扣分的事情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别说了吗？你穿对就可以了，不用针对你啊，怎么可以？还可以。你知道他要选你吗？对，年纪大了，很容易口水呛到。小心啊！来，请看 VCR。哦。国光男一回归，今天要出手打散真妹，到底他会不会被塔克攻略嘞？哎，美女你好，哎，你是一个人吗？对啊。我们在等人。我在。是等朋友。对。因为刚刚就有注意到你了，对，觉得你长得还蛮漂亮的，我想说可不可以跟你要个 line 这样。哇塞！哇，怎么可能成功啊？这一题本来很难，但由于卡克太简单了，怎么可能成功啊？太简单了，开题来。就在路边被一个变态搭讪，不是被变态，就是一般男子搭讪，他会有什么反应？谎称不懂中文。A. 谎称不懂中文。B. 闲聊之后答应他的搭讪。C. 假装接手机离开。来，这个三个，请问你们会选择哪一个？哇塞，他是外貌协会，他是外貌协会，是外貌协会。三。时间到，请回答。一二三，觉得怎么有点像？哎，好意思啊！我以为是 A， 我觉得 A 很有可能。我也想这个答案，就有。我也想选 A， 想选 A。我也想一想，应该是 C， 因为 A 太荒谬。对对对 ，A 啦 ，A 有可能，不可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没开口，他刚刚还没开口，因为他说他不懂中文，塔克还是会在那里，他宁愿不要跟塔克离那么近，所以他一定会离开。
不懂电话，我这样讲。可是如果塔克还在那边，还是在那边，那不是语言的问题，是距离的问题。距离的问题，是是是。那大家都讲假装接手机离开，对，已经很给面子了，甚至根本没有接，没揍人不错了，算是很礼貌。这个算是，你说甚至没有这样啊？喂，这个太假了，太假了，要有感情的接，不会逼吧？你不会来答应吧？请看。哎，美女你好，你是一个人吗？对。哦，你在等人？我在。是等朋友？对。哦，因为刚刚就有注意到你了，对，觉得你长得还蛮漂亮，我想说可不可以跟你要个 LINE 的？可以啊，那你给我你的 LINE。哦，真的吗？所以像我啊，算是你喜欢的类型。不是。好，没关系，我还是可以就是当个朋友。对对对。竟然达阵成功，你们想不到吧？屁呀！屁呀！太假了！太假了！快一快一快一！谁答应啊？好心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骗他，可以定花钱。在处理你们之前，我们要先问，你是一个不太会拒绝别人的人。没有，我其实还蛮会拒绝，只是我觉得他有点鲁，就是其实他们有剪掉一段，就还蛮鲁的，所以我就直接想说，好吧，加他之后再封锁。不当面拒绝，加他之后封锁，以退为以进为退，保护自己安全。也是啊，你如果不给他，不给我，怕塔克做出很激进的行为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他这种啊，反正你给他来赖这个东西，其实我现在哦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，不再是电话号码。只是赖，只是赖 ，OK， 只是个 ID， 我就封锁嘛，封锁而已啊，是啦，没有什么别的，就是说这个，这有一点夸张，自己捡回来真的很糗啊，来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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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知道猜拳吗？啊，没有猜拳，啊，这一刻不猜拳啊，因为你们六个太一致，我要一竿子打挂你们全部，来两个选择 ，OK OK， 吃眉筋的举手。吃美金，吃美金，吃美金。哎，那你们两个谈价吧，对。好，来，先吃美金。够吧？哦。好，好酸的感觉哦。哎呦！你看 ，Oh my god！ 啊，会员，哈哈。耶。超级酸，超酸。对，酸，可是那对身体还有谁？哇！哇！大一口哦 ！Oh my god！ 哎！哎！你刚刚有骂什么吗？好苦哦，酸到慌！而且他这个哦，没有办法直接吞下去，对，残留在残留在上面，牙齿吞肉，上肉这样子，好苦。你这个，我是公正自己拉，当然当然，还是两互拉，两互拉，对，就你先拉他，他再拉，没有了。你们最前是看谁先，对不对？剪刀石头布，不剪，没有哈。那你要先还是后？我先，思雨正啊，他先拉我，他先拉我，先苦后甘就对了。一、二，怎么了？哦，太轻，他们瞧好了，太轻了，我才没有跟他瞧，玩不起。有，你们答案都一样。生气，我才没有跟他瞧，他没有跟他瞧。谁带啊？你带啊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你好，做心理准备吧，火焰。你好神，不会啊，好紧哦。不会，不要怕，不是人啊，火焰。火焰带这个更像徐锦江。你下巴也上台，对。徐锦江小学的时候。徐锦江哈，啊，徐锦江，你数三来。一二。